由真佛宗美国西雅图雷藏寺甲辰年春季观世音菩萨西斋祈福超度大法会请法仪式仪式开始，请法人员队伍全体顶礼根本传承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及坛城三宝嗡啊吽。战火燃烧，世间生灵涂炭，生离与死别的苦痛彻心扉。当疫病可怕的蔓延，世间充满了恐惧，病苦与死亡触手可及。当生老病死苦来临，当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时，当求不得于五蕴四圣苦无尽时，众生的无明让所有的苦求出无期。当观世音菩萨见无量众生沉溺在生死轮回之苦海而执迷不悟，他的悲心化为悲泪，左眼流下泪珠化为白度母，右眼泪珠化为绿度母，观音心化现的度母为救度一切苦难众生而诞生。当莲生圣尊见众生身陷水深火热的无情战火之中，当莲生圣尊见到为疫病感染而撒手人寰的众生时，那天人永隔的悲痛，那生死永别的离苦，圣尊视众生为己身，视众生之苦为己苦。圣尊留下无数的悲泪，每一滴泪珠化成无限的法身，千处祈求千处现，以佛之光明照耀世间的黑暗，以千艘法船超度接引罹难者生净土。莲生圣尊悲心彻骨，誓愿粉身碎骨生生世世救度众生。真佛宗众弟子一心恳叩大恩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主坛2月24日西雅图雷藏寺春季观世音菩萨习斋祈福超度大法会，即首传七眼佛母天眼通秘密法传法及灌顶，观音如来正法明，慈力悲心无止境，观音泪垂众生苦，化出七眼佛母身，佛母面如秋满月，身色纯白放五光，灿烂微光降甘露，关照一切诸众生。光明世尊莲生佛，佛智无漏尽微妙，甘露法音远悠扬，愿闻佛说第一义，开启天眼秘密法，守戒清净为首要，妙观察智心通透，悉见十方诸佛土，世间之有如是幻，
天眼开启见真佛，无上智慧巧方便，自度度人登彼岸。请把队伍请起立。现在请西雅图雷藏士请法代表向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诚心敬献请法礼物，请西雅图雷藏士住持是莲营上师敬献哈达及供养，以表最崇高之敬意。请彩虹雷藏士住持是莲燕上师敬献哈达及供养，以表最崇高之敬意。敬献白度母金身。舍朗丘母，慈悲智慧长寿尊，甘露偏洒于人寰，净放微光护群生。敬献七颗白水晶球。象征七眼佛母，慧眼通透，妙观察，观照六道诸众生，悉见庄严佛净土，天眼通法最殊胜，敬献法王宝冠。宝冠光耀显赫，圣冕庄严，威震天地。敬献龙袍。法王龙袍，龙天护身，责备众生，德配天地。敬献佛塔。建塔如建佛，庄严十法界，利益诸有情，功德最无上。敬献水晶双莲花。莲花童子莲花生，摩诃双莲池净土，清净功德庄严具，莲池极乐胜诸天。敬献金刚杵。无坚不摧智，无坚不摧金刚杵，象征如来金刚智，摧灭障碍烦恼除，光明坚固大智慧。敬献智慧剑。无坚不摧智慧剑，斩断世间诸烦恼，摧毁无明和愚痴，智慧通达得解脱。敬献长寿甘露宝瓶。长寿甘露常冠玉，福寿无疆连生活，法轮横转度众生，愿佛长寿住世间，
敬献金莲花。全开、半开与含苞之莲花，象征佛法僧宝皆具足，皈依三宝具福德，无量功德尽妙用。敬献莲花佛手。佛陀莲花传心法，迦叶慧心开眼笑，佛传心印得了悟，微妙法门不言喻。敬献金碗筷。象征饮食丰沛资粮足，衣食无忧常安乐，饱食暖衣永康宁，人寿连丰吉庆年。请把队伍全体顶礼根本传承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嗡啊吽。平等一起手，请法人员队伍全体与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大合照。中美国西雅图雷藏寺甲辰年春季西斋祈福超度法会请法仪式吉祥圆满。